这个节目叫郭家菜，对，吓我一跳。啊，有人说这是个传统节目吗？这个节目有两三年了。哦，两三年了。是因为这个饭馆开了两三年了。哦，传承下来了。开了一小饭馆。您呢？一直想请客。哦，也不知有没有人愿意赏这个脸。哦，这可难去吧。谁去呀？谁愿意去谁就能去。您请客。那当然了，我说了。你瞧，进门说一句口令。哦，什么口令？买单。哦，一提这个人就带您上包间了。带你上柜台了。上柜台干嘛去？结账去。那还是不是你请客呀？其实有人说了，你这是不务正业。嗯，跟您说实话。嗯，不管是开小饭馆做服装还是干什么，嗯，其实也没耽误说相声。主业还是这个。你要说真耽误说相声，也是因为他引起来的。哎，这怎么搁到我身上了呢？人家开饭馆开得早啊，那倒是。我才干了三年。哦，于老师五年前就做了餐饮了。嗯，有个小饭馆啊。我给写了两块匾送去。哎，对，他给我提的字。都是朋友吗？对，饭馆开张送两块匾。嗯，一块挂在东墙，一块挂在西墙。写的是东墙是隶书。哦，写的是客似云来。有讲究，客人来的太多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，真不少。西墙写的是楷书，写的是万里无云。哎，没人呐。您这好不了了，这字儿。后来他就不干了。哎，对，没人了我还干什么呀？别看不干了，对他来说一点儿都不心疼。是吗？别人开业饭店不挣钱得急得跟什么似的。那就赔了。于老师没有。哦，是不在乎。我不指着这个挣钱。郭德纲没挣钱的时候，于老师就已经家财万贯。哎呦，您这也过了。当年人家做节目主持人也做过，拍电影拍过，拍电视剧都干了，做广告是好多产品。嗯，反正你让我说，我现在说不上来，想不起来。很多产品做这个，嗯，形象大变。你先等会儿。形象大变，形象大使，有区别吗？要那么说，我改模仿秀了。您这个，这当年的事儿。啊，当年的饭馆不干了，也没耽误您花钱糟啊。但是这个人玩心太大了。对，好多朋友都知道于老师现在有一个宠物乐园。哎，小小地方，饭馆不干了，干点别的吧。啊，北京大兴拿了一块地60亩。哦，开了一个宠物乐园。嗯，叫天打雷劈。哎，好不了了。天打雷劈，我老记不住叫什么，叫天经地滑。天经地滑。对，养了很多的小动物。嗯，说明什么啊？您是有爱心的人，他喜欢动物。最有名的就是养了好多小矮马。对了，矮马，嗯，比狗大点有限，是打美国买来的。嗯，宠物就喜欢吗？真可爱啊。真费了劲，不容易啊。对，养马这是个学问。嗯，买来的时候17匹，对，现在是23匹，还繁殖呢。每一匹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。哎，没有，没有。因为您要知道，17匹，不行，别算了，别算了，倾注骨血，费了劲了，不如这不，那叫心血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哎，这区别大了，这个。别胡说，对不起，没上过学。嗯，那你特别可爱。我们去了，这么好玩啊！喜欢，我给你骑一个。哦，来过来。嗯，拿着小马鞭。嗯，驾出去。哎，嗯，哎，这冒长了，还回来。这好，马出去了，太小了，骑不上。养了好多小狗啊，那也有。养了好多的鸽子啊，喜欢这个。养的山羊，对。梅花鹿，哎，还养了好多的鸡。干嘛这么咬言杂字儿的？到这儿，元宝鸡啊，珍珠鸡是各式各样的大公鸡，漂亮之极。嗯，好、哦，嗯，还有很多野鸡，肉好吃。
你不要咬文杂字的，你好好说话成吗？我说的挑不出毛病来，关键在你怎么琢磨。我不会不琢磨呀。一到了晚上你知道多热闹，我不能不琢磨。您好好说话成吗？一到了晚上这些小马都归了圈。对呀、啊、小狗都归了窝。是那些个野鸡。哇，您干嘛这么兴奋呢？我替你美得很。替我美什么呀？鸡要上架啊，您懂，都上了架子。嗯，野鸡啊，嗯，学名叫雉鸡。哎，这倒对，大长尾巴。对，一上了架之后尾巴垂下来，嗯，太漂亮了，是好看，好几百只，看着像一幅画似的。嘿，周围人都知道，嗯，于家大鸡窝。什么话，这有这名字吗？这好看啊，陶冶情操，喜欢，好看，还种了很多的树。有，对吧？有有有，哎，种了很多的青菜，嗯，种了很多的花儿，嗨，大院里开出五亩地来，嗯，种菊花，我喜欢菊花，哎，嗯，尤其到八九月份，嗯，喝着黄酒，吃着螃蟹，是，于老师一看菊花，哎呀，嗯，活活没死，就这么爱，就这一片全是啊，是我给他写了一牌匾，写的叫于谦的菊花。这叫什么匾呢？我还真趁这玩意儿，你这有墨菊，有黄颜色的，啊、有白绣球，嗯，漂亮之极，指不定坐在哪儿了，这是。嗯、哎，于老师，咱这个岁数，咱别瞎说。废话，哪有那么些色儿啊？你看看，宫廷里边出来的很多好品种，哦，绝版、名贵的菊花，它这都有。嗯，人家花匠说了，菊花不能单独养、哦、要配合其他的草本木本的植物一起，那就好看了。他的菊花地里还种了很多的山药，这怎么搭配的？这是呵，这一片菊花一片山药、啊、赏心悦目，我这过瘾来了，是怎么着？尤其值得表扬的就是您种的这片青菜。哦，种菜、啊、外边的青菜现在不好吃啊，不绿色、啊、竟是上了各种的药，化肥，吃完对身体不好。对，人家家的青菜，嗯，纯绿色无公害。对了，上的是自家的肥料，我们得多能拉呀，这个还自家的肥料，没在外边买过化学的东西。哦，全是自己家这点东西啊。是啊，你要上别的他吃得出来呀，多脏啊这玩意儿，知道吗？我好这口，当玩多活好几年。是啊，院子里什么都有。嗯，杀个鸡，哦，宰个羊，嘿，烤串。哦，人家烤串跟家里烤，外边那串说是羊肉竟是鸭子肉，那不正经啊。啊，人家家里那正经的是啊，杀个羊，嗯，烤点羊肉串，对，骨肉相连，嘿，烤个脂肪肾。哎，嗯，什么叫脂肪肾？就那大腰子。您管大腰子叫脂肪肾呢？你叫脂肪肝啊？啊，这多瘆得慌，这玩意儿烤着吃啊！哎，烤鸡肉串，哦，哎，烤个鸡头，哦，哎，爱吃就爱吃这口，一瞧见这乐的都不行了。鸡头，嗯，我是，有了它，我们那鸡就不散养了。嗯、你瞧瞧人家啊，好。那羊肉不能光烤啊，嗯，手抓羊肉，哦，手抓羊排，嘿，手抓火锅啊啊，烫死了，这就抓起来往火锅里边扔啊，搁那肉好吃啊。烤青菜，这怎么烤？打地里边蹬出来，当时就搁在火上。哎呦，不洗啊，不能洗啊。怎么呢？洗完味儿薄。哎，我吃什么味儿啊？我高兴、啊、一边吃一边喝酒。嚯，喝白酒啊！我瞧他喝酒，我都瘆得慌。怎么呢？人家喝酒是练出来的，练。不知哪位好喝酒啊？您记住这茬、嗯、白酒是可以慢慢练出量来的。哎、啊，这跟后天有关系。他是真行啊！练，尤其喝酒，嗯，喝白酒，夏天练。哦，热天穿着貂皮大衣。哦，嗯，披着被窝。哦，太阳底下烤火，喝白酒，吃辣椒，涮四川火锅。好，我作死呢吧？我这。
就为练这量。哦，喝差不多了，喝啤酒，还个啤酒，一箱一箱的啤酒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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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呦，跟这儿喝啊！啤酒喝多了，有一个名词叫走肾。对了，就是上厕所啊，站在菜地那儿，哗，哦，施肥，哗，啊。自个儿也乐啊，乐什么呀？这阵儿就、啊、这尿喝多了，酒特别多。没听说，说反了您呢。酒喝多了，尿特别多。喝多了，喝多了啊啊！神仙一样的生活倒是过得不错。站在自己的院子里边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小风吹来，嗯、啊，活神仙啊，挺好。要做神仙驾鹤飞天，便是成金妙不可言、嗯、堂头喝酒抽着烟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您还给编成歌了，这玩意三大爱好融为一体，哎，对，都在一歌里头，秋水长天一色啊，你这辈子不冤不白活，就算你当时这会儿猝死都值、嗯、哎，不值，弄这么大一地儿给谁呀、啊、所以人家这个不管是开饭馆干这个天打雷劈叫、对吧，天经地滑啊，天经地滑、嗯、这个小宠物乐园吧，啊、嗯、哎，人都是为了玩，就是玩，我干一国家菜弄一饭馆，有去过的嗯，下回去提我三里屯那儿，嗯，国家菜为什么干怄气，这怄什么气、啊、我这人就是气性大，怎么回事，而且这也不是现在的事儿啊，这一说有11年了吧，哦，那么长时间了，燕南尽也，这是大的啷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个啷当里个啷滴的啷咚咚咚咚，要唱那年夏天不唱，八月份呢也不，那拉这么长过门干嘛呀，你想这事儿，想这事儿，您说合着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钱啊，吃饭净跟门口小饭馆就凑合呗，跟那小饭馆就差点没动了手打起来，哟，因为什么呀，就因为他我后来才有雄心壮志，怎么回事，小饭馆没多大，嗯、啊，六七张桌子，天天得跟他们家吃饭，哦，离得近，那会儿也没有时间开火，嗯，早晨起来吃早点也上他那儿去，哦，也有早点，两口子带俩伙计跟那干也行，去，我挺照顾他的，那老去吗，他早上起来什么豆浆啊油条啊粥啊、哦、包子呀、啊、什么油条啊就这个、嗯、还卖全乎，他拌的小菜特别的好，是啊，拌的菜嗯，弄一大盆搁那也不要钱，哦，白吃，谁吃谁拿碟儿去拨去，挺好吗，我是真没拿他当外人，是啊啊，我大家啊拿半张饼、嗯、哦，我带一个小碗，哎，这叫小碗，把他那盆呢、啊、倒我这里头，哎，好，刚装半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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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低着头吃啊，老板看着我，嗯，哎，这运气，我都不失茬啊！你多新鲜呢，自个儿人，谁跟你自个儿人？他问我，哎、嗯、哎，你等会儿再吃，嗯，扫听个人，你认识吗？谁呀、啊？住在这跟前有个人，嗯，名字叫蔡宝驴，哼，你认识吗？这叫骂人，骂衔接，蔡宝驴，对呀、啊。趁着我吃他菜了，嗯，咱跟人家是自己人，哦，认识认识，哦，他儿子卖早点的，呵，损不损呢你？出去，是得让人轰出去，把我气的呀，啊，中午我就没好意思再去，多新鲜呢，可是得吃饭呢，也得打他的电话叫一个外卖，哦，他还送餐，给我送完米饭，嗯，送一火爆腰花，哦，这要一菜，一会儿送来了，米饭在这儿了，嗯。火爆腰花哦，翻来翻去我也没找着腰花啊，哦，都是辣椒啊，翘头，打一电话，你们这菜改名叫火爆了啊，没有腰花，腰花呢、啊、没有，哦，在这儿吃才有，打包就这玩意儿，你瞧，把我气的啊，这是报复，哦，晚上我又去了，嗯，你别瞧不起我，嗯，我得装成有钱人的状态，这怎么装啊，我戴一个半斤的大金戒指，您还趁这么大金戒指，铁的肚铜，哎，这呵，不能再穷了，您都在食指上，哦，干嘛呀、啊、一进门往这一坐，嗯，一晃我这大戒指，哎呦，点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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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谝富，他乐了啊，媳妇儿出来，叫他媳妇儿干嘛，叫老板娘，嗯，老板娘四方大脸啊，哦，油光满面，嘿，大眼珠子，嗯，两根头发梳一中分啊，蛐蛐儿，合着是
这不是俩虚子吗？出来了啊！什么事？我拿这个点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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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菜。看这金戒指，这娘们一张嘴啊啊，这嘴大金牙，呵，点呐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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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、哎，哎，这不是较劲吗？这不是？嗯，好，给我来一个花毛一体。你先等会儿吧。嗯，什么叫花毛一体呀、啊？花生毛豆的拼盘。哎呀，就别起这么雅的名字了，我还以为秋裤呢，你知道吗？花毛一体，花毛一体，就来一个花毛一体，花毛一体，来四瓶啤酒，嚯，不为吃饭，嗯，就为占你这桌子，啊，耗着你，哎呀。四瓶啤酒摆好了啊，花猫一体上来了，别提这个啊，看着嗯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怎么着？我不用起子哦，单凭这手啪啪啪啪，呵，打开能耐，不信较劲，不信呐啊，不信还不拿起子去？嗨，什么人呢？您这是？您要不较劲，没人跟您较劲。您知道，早让人拿起子多好啊！你不信吗？我也不信的。哎，对，没人信这个。老板，瞧瞧我啊！我看你那脸型，以为你不用起子呢。对，没起子感情。等着啊，等着吧。啊，等了40分钟，嚯，没来，做起子去了。哎呀，有一句名言形容我这个心情太对了。怎么说？我等的腹都泻了。哎，没听说过。有等拉肚的吗？不是，有一等的花儿都谢了，等到花儿都谢了。对啊，嗯，拿来了，跟这儿喝。嗯，好，好 啊, 啊，你盯着我呢，这事儿不算完，还没完，我非得报复不可。你瞧瞧，转天叫了6个朋友，干嘛呀？吃饭，走，跟我走。这不还是上人消费去吗？7个人去啊、哦，一人背一个双肩背的大包啊，有东西。进门坐张桌子那儿啊，一盘花毛一体，又来了。嗯。一瓶啤酒啊啊！6个人喝一瓶啤酒，哥几个？7个人啊，7个人啊！咱们今儿一醉方休啊！怎么喝呀？这玩意儿拿杯来啊，喝就一瓶，不是一瓶啊！要他要了一瓶，那还有呢？我们都背着一双肩背着包呢，这里边什么呀？都是啤酒哦，自备。哎，喝差不多，拿这空瓶往里边换。哎呦，你想 啊，7包啤酒，嚯，10乐箱啊！哎呀，喝了夜里12点。哎呦，这屋也进不来人了啊！哎，走，往外走，往外一走，我们这几个人里边有俩都吐了，就喝成那样，一个个都晃了啊！老板都傻了，这个酒量还出来呢？嗨，以为就那一瓶啤酒闹的。到饭馆门口，老板娘叫我啊：“你有能耐自个儿干一摊去。”哦，这就较劲了，别上我们这儿起哄来。哦，寒天一点水，点点在心头。说到心里去了。我打这儿起，我琢磨，早晚有一天，嗯，我得干一饭馆，埋下根儿了。所以说，后来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小饭馆。您客气，有这么个因由、啊。其实也不指着挣钱哦，交朋友。对，有功夫上我那儿去，我也去。哎呀，啊，都去，你是人就能去。你哎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你别对自个儿没自信。哎，有有，哎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咱实话实说，尤其自己哥们儿，这个、啊、您别客气。是是是，您赏个脸。您客气了，您赏个脸，我愿意。要不我赏你一个脸？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到底让去不让去？你要不去，你瞧不起我。那我去。你坑了我了。哎，那到底怎么着呀？你必须得去。我肯定去，还不对不对？而且你去了之后啊，啊，什么叫好吃的，哪个叫好喝的，都得给你拿出来。咱们有交情啊，上我那喝酒去。啊，我好喝。这白酒、啤酒，你要听我的就别喝了。啊，不喝那咱喝什么？来点洋酒行不行？哦，洋国酒。我给你开 CEO 啊，开什么玩意儿？不是不是，开 UFO，、啊、给我开飞碟。不是，开什么？开 XO。我还开 XO 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喝酒，我也不懂这个，啊、不懂酒。开瓶 XO 可以啊。我再给你开一个那个路易13点、嗯、啊，这给我开一神经病啊，这是。13点了，路易十三，对，没有点儿，没点儿，路易13，对，我不知哪位好研究酒啊？什么叫路易13？您知道吗？法国出的，陈化50年以上的白兰地，哎，就这一口酒在嘴里边一转圈，嗯，人说能品尝出不同的香味来，
哦，还有各种味儿。到时候咱俩啊，嗯，来八钱的杯子，嘿，一坐一喝这个啊，八钱的杯子喝路易十三呢，几钱的？我不懂这玩意儿啊，这大杯子，大杯子哈啊，喝，嗯，品出味儿来了，呵，怎么着？水仙花的味儿，还有水仙的味儿。你这咱们这滋味儿，哦，核桃，核桃香型，嗯，核桃，茉莉，花香，嗯。荔枝味儿的，哦，还有荔枝，带鱼，嗯，孜然，球鞋，嚯、哦，这运输过程当中的味道，啊，咱不懂，我就想想就想点好味儿，想那个状态，咱俩一喝酒不就美死？哎，那倒好，对不对？是路易十三来一个、啊、花猫一体，哎，这还哎传统菜啊，来这个、啊、传统菜肴，准备点凉菜哦。炸鱼、炸虾、炸铁锹，嗯，炸干丸子、炸蚂蚱，嚯、哦，青灯鱼、赤凹刀鱼、鸡爪子、嗯、羊鸡就驴蹄子，嚯、哦，吃完了腮帮子都破了。您等热菜嘛？啊、哦，为等菜，等热菜。你要不要，那就直接的来大菜啊，上热菜。这会儿闷得慌呢，来块狗咬胶啊，这嗨，哎呦，我牙掉了都。您不是为了吃，就摁着玩吃着玩、啊、对，吃着玩我还窝里忍会儿得了，我还摁着玩什么呀？窝里都上架了，这嗨。海鲜爱吃吗？海鲜可以啊。鲍鱼喜欢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行吗？行。你看，乐了，一单就乐了啊！爱吃，一看就是说相声的。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鲍鱼之前就值钱那个汁儿上，哎，勾汁儿、啊、汁儿，你看哦，汁儿差不多了。对，赶紧下炸豆腐。嗯、哎、嗯，下火烧，知道吗？您这是鲍鱼啊？这是卤煮。哎，对，上您那儿吃卤煮火烧去。卤煮鲍鱼改良菜品，您这不糟践东西吗？我们还有垮炖龙虾呢。哎，这谁厨子想出来的？这是嘿，皮皮虾也吃吗？皮皮虾行，一哈来长，不小了，头顶王字一根紫线，嘿，个个带紫，活打，好吃，鲜打，没问题。我给你包饺子，哎，吃馅儿啊，一个饺子里边一个皮皮虾，这么多，不扒皮儿，那我还是吃那凉菜去得了。哎，吃一个饺子你能美一宿？哎，对，那是疼一宿，那是这个。川菜喜欢吗？怎么改川菜了呀？你海鲜是蟹印儿，哦，正经得上点菜呀、啊。哎，吃正菜，川菜行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个夫妻废话，哎，对、啊，那就甭吃什么了，净说了。不是夫妻废片，夫妻废片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宫保鸡丁行吗？行啊，你别看家常菜，这不容易啊，这个讲究。有人说这叫宫保，记住了，错了，宫保，嗯、宫保。哎、啊、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官叫丁宝桢。对啊，光绪二年做的四川总督，后来官拜太子少保，哦，人称叫丁公保，嗯，是他研究的菜，嗯，所以叫公保鸡丁，美食家，有鸡丁，有花生仁，嗯，有葱段，哦，都能吃吗？都可以。我们在这基础上又丰富了，怎么？光这三样不够啊？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公保花生，那鸡丁哪儿去了？给研究下去了。哎嗨，您这压根儿没搁合着，那个。凉粉爱吃吗？凉粉也行，川味的啊。哎，川味人家那叫川北凉粉。对呀、啊，在这基础上，我们又改良了。您呢？川西凉粉。哎，不吃，那玩意儿多臭啊！你这玩意儿。哎，鱼香肉丝能吃吗？那是川菜代表啊。最简单的菜做好了不容易。对，肉丝儿得上好的里脊、嗯。对了，配上了辣椒丝儿和胡萝卜丝儿。对对对，这属于是俏菜。嗯。可有可无，可得可少，没错。那个可是我们这跟别处不一样，又改良，没有辣椒丝儿啊，那倒可以，行吗？没问题，没有辣椒丝儿，我们这个好好好，没有辣椒丝儿，有胡萝卜丝儿，行吗？我爱吃这个，那咱们就胡萝卜丝儿了啊，行行，不是这肉丝呢，就胡萝卜丝儿，哎，这呵，没肉丝儿，感情主要是为了吃香辣蟹，哦，还有香辣蟹，哼，嘿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吃调料。啊，香辣蟹就是吃调料。为什么川菜好吃？关键调料要好。没错，一定要正宗。对对对，我认识一个四川小姐啊，哎，对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厨师，你上我院里挑一个去。我说的是厨师哈啊，厨师，厨师。现改都来不及了，嗯、不是厨师，对对啊，还对厨师，小名叫小姐，
解放了解啊，哎，厨师小名叫撒尿，合着这就没意思。你不吃饭，你管我作风干嘛？啊，谁说作风问题了？许你开那个买卖，你就不是吧？行，来，哎，你看乱了不是？啊，从说吧，说吧，嗯，他开了一饭馆，我说我干嘛呀？啊，从你这儿说，说到哪儿了？香辣蟹，香辣蟹，厨师叫小姐，啊，对吗？还提这事儿呢？哎，这个各种的材料，光这锅料得40来斤，嚯，嗯，没有这么些个料，出不来香辣蟹的味儿。对了，嘿，这大锅料40来斤啊，给你炒一个寄居蟹，哎，这嗨。我找不着那个，多练智力，你知道？对，啊，那玩意儿练什么呀？这就吃着玩，这叫玩。来一锅40斤螃蟹，你吃得了吗？那可倒是，是的，还有烤鸭呢，这是北京菜了。对了，啊，北京最老的字号叫便宜坊。对，便宜坊的烤鸭天下闻名，好吃。吃烤鸭有学问，是吗？列位记住了啊，一只烤鸭4斤重，嗯，片成108片的丁香叶儿。荷叶饼拿到手里边，嗯，记住了，就那小薄饼啊，手里一攥，把它攥住了，再撒手，这饼得能打开哦，弹性大，这个饼才叫合格哦。一个饼里边加5片鸭子哦，配上酱，配上葱，有的还可以再配上萝卜条哦，卷好这么一卷儿，嗯，吃烤鸭的术语叫吃卷儿，是吃几卷啊？我吃了2卷哦，我吃了3卷，这是行家哦。你吃了多少？3只，哎。这位太能吃了，这个，外行外行，对，连骨头都嚼，又外行又饭桶，这个。还有一种吃法，嗯，这个用空心的马蹄烧饼，啊，烧饼撕开之后里边空心的，嗯，那个鸭子肉要蘸酱油，酱油里边调上蒜泥，哦，蘸那个，这是一套研究。现在新兴的是生菜，生菜抹黄芥末裹子鸭肉吃，嚯，哦，哎，鸭子吃完之后。得把鸭脑袋拿下来切成2半、啊、配上鸭尾巴上那块肉搁在小碟里端上来、嗯、这桌子谁是尊贵的客人放人面前、啊、这叫有头有尾，嘿，这叫吃鸭子、哦、知道吗？上我那儿去，咱们吃这个，你早去、哦、咱俩找一包间门口等着、哎、是吧、嗯、他们一出来咱俩噌就进去了，下手 吃剩的去，合着你得先记着客人吃，咱们不就是客人吗？你这咱们得等真正的客人走了，哦哦，瞎吃啊！这有可能有那个没出息的啊，啊，保不齐咱们来一看，哟，都吃了，这没剩怎么办？咱们可别骂街，别还不许骂街，那的还有鸭架子呢，鸭啊，拿到后厨，我命令后厨，哦、鸭架子熬白菜，咱俩人一人来块饼，啊、一大碗鸭架子熬白菜，是，咱俩人蹲着三里屯那，好家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买卖是你的吗？废话，你没看上面写着吗？啊，郭家菜那是我的，你要写余家大菊花那是你的，没听说过，也没有写那玩意儿的。你这个，我听这么半天，您就命令厨子熬一鸭架子熬白菜，我让他弄准弄啊，多新鲜呢！哎、小姐，来，哎嗨，啊，您上自己饭馆点小姐去，他的名字叫小姐啊，好好好，哎，解放了解 啊，关键我们主食还特别好呢，嘿呦，还有主食呢，小笼包爱吃吗？啊，吃包子可以。哎呀，你，我跟你说，你见小笼包，你能乐的都不行了。怎么呢？你跟照镜子似的。哎，我是长得跟包子似的，是怎么？不是，好好啊，那个面怎么个好法？那个、面发着，哎，都不行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你先吃一口，怎么着？知道吗？啊，小笼包爱吃吧？爱吃。哎，馅儿喝。葱花饼行吗？也行啊。嘿、哎，螺丝转的饼，这讲究了。我给你烙点螺丝转的饼，好吃，撕着吃解闷儿。哎，闹着玩儿。什么叫螺丝转的饼啊？专门给于老师烙螺丝转的饼，对，转的。哎，哎呀，咦、啊，不是不是，哎嘿，您等会儿，哎，您说这是消化完的螺丝转的饼，没劲，没意思。废话，你还甩出来一家干嘛？行，爱吃吃，不吃带家去，知道吗？带家去，上菜地里也好啊。没听说过，知道吗？哎，什么都有，汉堡也有，还有西餐。那当然，汉堡啊，哎，意大利面。嚯、哦！哎，面条爱吃面条，爱吃面条。上过生日，下回过生日去。哎，好，我给你祝寿。哎，好吃长寿面，没错，给您挑寿，没这讲究。我给你煮碗挂面啊，长寿面是挂面，都这么长、啊，不是让咱们别剁开，整的啊，整挂面。哎，炸酱打卤都有，那都好。哎，泰国面爱吃吗？泰国面也能吃。泰国面哦，有去过泰国旅游了，泰国人也吃面。您说说，这么长柳叶的面。哦
哦，哎，柳叶的，盛一大碗热乎乎端上来。是我们服务员还得说一句正宗的泰国话。怎么说呀、啊？你是要接待西红柿的吗？哎，这好。哎，对。您把泰国话到山西去了是怎么？泰国吗？哎，什么泰国？这不就刀削面吗？还柳叶的，还这么说洋气、洋气管什么呀？好吃啊，反正都有啊。哎，意大利面也行。意大利，意大利面也行。也是国外兴的，意大利不远、啊、就是这个那他那个面是有宽的，有圆的，有细的，都有、哦、不同，讲究一清二白啊，三红四绿。哦，哎，意大利首都在哪？就是在这个甘肃边上的，里边还得搁两片牛肉是吧？也有搁萝卜的，那这不就拉面吗？那个哦，你知道不少。我这废话，面条谁不知道？知道不少啊。啊，三明治爱吃吗？三明治也可以，三明治也行啊啊，吃着玩小吃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六明治吃过吗？啊，这可不知道。你看这个笨的，俩三明治啊！您这玩意儿吃饭带算数的呀？您、啊、二明治吃过吗？这不知道了。馅饼，一层馅儿。对了、哦，一明治吃过吗？没有。披萨。就一层面，哎呀，这没吃过披萨，披萨不，披萨圆的，馅儿在上头啊，底下是棒子面，上面是韭菜鸡蛋，糊饼啊啊，披不叫披萨，这叫糊饼呢，叫、哦、明治吃过吗？明治是谁呀、啊？日本天皇啊！嗨、哎，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！您说的没一样好玩意儿，知道吗？实明治吃过吗？什么叫实明治？五个馅饼，哎呀。不带这么算的，哎，爱吃什么吃什么都有。跟您不见外，吃完之后、啊、小吃汤汤汤全摆上来了。哎呦，饭后的小吃，嘿，冬天有天津来的青萝卜，这可好，沙窝萝卜，脆萝卜赛梨，嗯，那个萝卜不是青菜，当水果吃，当水果卖呢。好萝卜拿在手里一撒手掉地，哭嚓一下，当时就碎了，就那么酥。好，好，哎，这是咱们冬天的，嗯，要到了夏天，什么呀？果子干儿。嘿，北京小吃，老北京的吃食。嗯，像这月份春天啊，吃什么？我特意给你弄啊啊，童子尿煮鸡蛋。哎呵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嘿，童子尿，浙江东阳人吃这个啊，这咱们最近发明的啊，是吗？我开始我吃行吗？没问题，你拿回去，先拿于老师先试试。哎，怎么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童子尿煮鸡蛋，吃完之后夏天不中暑啊，就那么好。哎，这一年身体有力气，童子尿，我就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怎么行动、啊、已经给您满处接尿去了。哎呵，是吗？别说我吃行吗？就是说你吃啊啊！不说你吃谁尿啊？看咱这人缘混的，各处去，我不能白那什么，给人钱 啊, 啊！您还给钱？哎，十块钱一泡，还挺贵、啊。哎，你多大了？啊、多大了？童子尿吗？对呀、啊，五岁。来这儿尿，宝贝儿尿。哦，这儿尿、哎。反正你说多大，我就信，知道吗？到底是不是这么大呀？人都说这么大。废话，七十六的也这儿尿一泡，这不成啊？是多大？多大？你说多大是就是多大？哎，哦哦，尿完之后这儿弄回来啊，不能马上煮啊。那怎么办？得为了干净嘛。啊，先来块冷布。哦，冷布先过滤。干嘛还过滤？有肾结石。哎嚯，这肯定不是五岁的这个。干干净净把沫子都撇了。哎呀，找一大锅新锅啊啊 啊, 啊！马上鸡蛋给于老煮，这纯尿，煮完之后一吃，呵，咸丝儿丝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都是你的，我就不吃。你别客气，真的，谁跟你客气？我给你弄，我这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不爱吃鸡蛋。哦，你不吃鸡蛋啊？对了，那你喝点汤吧。哎，这谁这么高啊？这是、高峰哈。嗯，话筒都湿了啊、不至于，至于湿到那儿去吗？这个高峰栾云平是栾云平是我徒弟，哎，高峰是我师弟，这是爷儿俩。其实我们仨从小一块长起来的。跟高峰是吧？高峰啊，谦儿啊啊，挺好，还不错，挺好的，挺好。这个我也没想到。嗯，跟谦儿哥合作这么些年，一直很愉快，非常不错。当然，这当家因为嫂子也没少做工作，跟我媳妇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就是你一定要偏疼于谦儿啊！我说怎么了？好，哎，对对，你们俩别弄这个。哎，嗯，你老希望着怎么着？谁希望着？咱们说相声为了什么？嗯，养家糊口。是，咱没有别的技术，不像他，人家里挺有钱。他说相声是为了玩儿，
他不指着这个，那倒是真的。当年他父亲，嗯，那是卖身的。对，卖身的，什么叫卖身的呀？卖人身的呀。您这话说多别扭啊！哦，卖人身的。对，七两为身，八两为宝，是上一斤，价值连城。大呀！人他爸卖那身啊，五斤往上啊，水萝卜呀，是怎么着？我爸爸卖萝卜的，合着是又白又胖，这还是萝卜。家里反正是挺有钱啊。为什么说相声？嗯，他爱这行，就喜欢这个。站在台上看着观众就痛快。嗯，哎呦，男女老少这么些人来啊，是喜欢我们，咱们得好好的努力、嗯、啊。这还带移动的呢，您这个。这就是于谦的父亲。对，没有。嗯，挺好，你看这、嗯，你看别人人头发大了，头发白了。我估计这岁数就比咱大，多新鲜呢！人家爱听相声，其实你看啊、嗯，有时候我可爱看观众了。嗯，各式各样，各种状态，嗯啊，都挺好。有的是一个人来的啊，有的是小哥们儿一块儿，对，有的是姐儿几个一块儿来，是，有的是带着媳妇儿来，嗯，有的是带着别人媳妇儿来。哎啊，这您都能看出来，都谁带着别人媳妇儿来？举手。嗯。嚯，还真有！嗯，祝你们安全啊！嗨，就剩安全了，挺好。嗯，啊，我这人有一特点。嗯，我瞧着两口子坐那儿听相声，俩人高兴啊、嗯，我就发自肺腑的替他痛快。是啊，人就是这样。嗯，真的啊，就是我有时候他们请我说明儿谁结婚你来一趟吧，我可爱去了。是吗？要说明儿离婚吃个饭，我不爱去。离婚也没吃饭的，就说这意思吧。嗯，他听谁离婚了，我心里就别扭，替他难受。就是啊，当年我们这后台有一哥们儿，谁呀、啊？啊，这个好也好些年没见他了。哦，当年总离婚，总离婚。嗯，我觉得他离婚跟他当年那个工作是有关系的。他什么工作？他当年卖挂历的。这跟卖挂历有什么关系？看哪片儿都比他媳妇好看。哎嗨，对，没有这么比的。离婚吧，嗯、啊。其实文艺界里边离婚的也不少啊，离婚率比较高。演电影的、演电视剧的，嗯，那些个女明星啊，嚯、哦，比如说谁，是吧？是啊，过去了，反正有，我有、啊。那天还有人聊天了，嗯，听说哪个女明星要离婚，哦，还找律师了，给算算多少钱？嗯，律师算完，您这35000，哦，哟，太贵了，35000，找人打死他17000。哎，嚯，这当初接什么劲呢？这个。那么一说啊，反正是愿意家家和美。对啊，后台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坐块聊天，大伙儿也是羡慕于老师的太太啊，就又说羡慕我，反正是我们、嗯、您是我太太，合着羡慕咱仨人的感情，这仨人的感情希望好啊。是一个人过一辈子累啊，两口子搭帮过日子不挺好吗？是，当然每一家的日子不一样啊，日子哪有一样的呀？当年我们这儿有一个相声前辈，谁呀？张文顺先生。哦，说到张先生，已经去世了。是张先生那会儿，就是我特别感慨。嗯，老头有一回感冒发烧，闹好几天。是啊，老伴伺候着。嗯，张先生感动了。嗯，在病床上，老伴儿对不起你，怎么对我太好了，我亏心。是什么事？我这一辈子，我曾经有一次出轨。哟，说实话，老头哭了。哎。老伴儿真仁义，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个岁数了、嗯、啊，这是多大点事儿？嗯，你看哪个孩子随你？哎，嚯，好家伙，两口子都有事儿啊，感情。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叫孙越的，带这熟，孙越见过吧？啊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，是370多斤，差不多。那个胖啊，嗯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想啊。他那裤衩要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哎嗨，没型那个大胖子，好家伙啊、嗯！坐飞机得买2张票，您听听，2张都得靠窗户。嗯，那给人过道就堵上了。这个你知道吗？嗯，大胖子开车带媳妇儿出去。哦，开着开着，突然间低头。哦，地上有一只高跟鞋。哟，胖子吓得满脸都是油啊！哎，嗨呀，这油，别人出汗他出油啊。趁媳妇儿没注意，开窗户把这鞋啪扔出去，扔窗外啊。这算踏实。往前开吧。嗯。一会儿媳妇儿问他，嗯，
你看见我那只鞋了吗？哎呀，嗨，给媳妇儿鞋扔了，做贼心虚嘛，是吧？这太虚了，这有点。我们这还有一叫高峰的人啊，刚下去，刚下去那高峰，嗯、高峰哪儿都好啊，心眼窄，小心眼儿。比如说，他要上商场买东西啊，商场十点开门哦，他早晨五点就到，这么早，等到十点开门进去逛一天，嗯，买一个扣子。这一天就买一扣子，回家琢磨一宿，转天还得退去。好，白费劲啊！德云社这小剧场轮换是两周一个地儿哦，北京演两周，嗯，挪到南京德云社那儿演两周，那儿两周又奔哈尔滨、黑龙江德云社。哦，每次他说一出门，高峰这心都到这儿了，干嘛呀？担心他媳妇儿。哦，也是怕花钱买通小区的保安，干嘛替我看着？哦，这两周南京回来。不回家，先见保安，先打听，给根烟，抽烟，兄弟，嗯啊，怎么样？嗯，高老，挺好，挺好。那个，我打我走，家来人了吗？就来过一个送快递的啊，那还行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。哎，嚯，这还是有事儿啊，这个你啊，你每家日子不一样吗？啊，包括今天我们这主持人，谁？侯震，侯爷，侯爷，嗯，侯爷挺可爱。他侯爷最爱他媳妇儿，啊，那就好。我跟侯爷一块儿吃饭啊，点一菜，嗯，上一鱼香肉丝，侯爷眼泪就下来了。怎么？万万媳妇儿还没吃鱼香肉丝呢？哎，还惦记媳妇儿呢。嗯，炒一个吧。嗯，炒鱼香肉丝打包带走了，又上菜了，他又哭了。嗯，媳妇儿还没吃宫保鸡丁呢。啊，炒一个吧，炒一个打包搁在那儿。嗯，一会儿香辣蟹上来了。嗯，万媳妇儿还没吃香辣蟹呢。嗨。让你媳妇跟我吧，啊，这叫什么话？这叫鱼香肉丝都没吃过，太惨了！这日子过得多惨呢！啊，当然，人家这些人啊，嗯，这些人日子过得都不错。哦，有时候我回头一想，我年轻那玩意儿，比谁都不如。怎么叫比谁都不如啊？真的啊，谦儿哥呀，啊，我认识他那会儿啊，那小脸蛋一掐一兜水。嗨，那就是年轻。你说现在可能觉得这脸有点耷拉了，啊，眼袋也下来了，是最起码五年前还不是这状态呢。那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你看我这样的吗？嗯，四岁就这样，四岁就这样，四岁我就长得老型。哦，我印象中上初中那会儿，哎呦，好些人拿我当家长。嚯，坐公汽车，学校门口上公汽车，嗯，挨着我坐那个，嗯，那大爷老问我啊，问什么？接孩子？嗨。不是啊，哦，嗯啊，就那几年级啊，初三，哦，你结婚够早的，哎嗨，认准了这位是，愁的我没法没法的，嗯，所以我年轻那玩意儿，我不像现在的小孩们这么开放，哦，真的，我现在有时候特别羡慕，现在这孩子们怎么那么想得开呀？怎么叫想得开呀？今儿白天我门口，我出来，我正好看见小孩，嗯，小学校门口。哦，一男孩一女孩，估计也就六年级。嗯，六年级的孩子，一姑娘一小子，俩人搂着一块站在那儿抱着啃。嗨，我说句良心，我真是哎呦恨的我，啊，我看了四十分钟啊！哎，你也是爱看你这，气得我明儿我还去，嗯，啊，换人我也看。哎，这还批判性的看他们，就没有批判的。当年我们小时候那会儿，像于谦这样的啊，这搞对象。好搞，怎么叫好搞，啊，有的是上赶着的，哦，对不对啊？我那会儿不行。您怎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还行有介绍人呢。哦，那时候还有介绍给介绍一个吧，啊，听我这个是街坊婶子大娘哪个嫂子，嗯，好管闲事的给你介绍一个听这个。哦，还问我了你要一什么样的，我说我要一什么样，嗯，我就这样了是吧。啊，反正尽量岁数比我小点。哦，我七三年的，你别找比我大的呗。哦，我给找一八零后，呦呼，那好，太好了，八零后，嗯，高兴。嗯，长那模样呢？我说嗨，模样也别挑，人家不挑咱就得了呗。啊，嗯，就是反正秀气点，长得白一点。哦，我这个色儿就这样，你是挺黑，你找一白一点的哈。啊，掺和掺和啊，就是这么一说，嗯，太白也不行啊。是，一个太白的嫁一个特别黑的，会生一斑马。嗯，不至于的。分不了那么细致。嗯，你还别说，那个年头人家这个介绍人真往心里去。哦，哎。带来了，啊，真有了。带来你捯饬捯饬吧，那能捯饬什么呀？嗯，洗洗脸，拢个头，嗯，换个干净衣裳。是，来坐着等着吧，见见面。带着
女方来了，好，坐在这儿介绍人走，你们俩聊吧，聊吧。我一看，好，这个白呀，皮肤啊，头发啊，头发，头发白呀，有一根黑的，我是孙子。哎呀，好，全白，估计有一根进门前蹬去了啊。好家伙，真是八零后啊，八零后啊，一八八零后啊。好家伙，老太太呀，啊，坐在这儿我都傻了啊，缓了半天呢。哎呀，啊。先适应适应吧。大妈您好。哎，大妈像话吗？大妈您好啊，别缺德，我牙都没了。什么叫大妈啊？我是你女朋友。哎呦，哎，我死的心都有，真的是啊。我说咱别闹行不行啊？啊，天不早了，您回家吧，是不是？啊，您这岁数，好家伙，您不得有六十吗？嗯，六十有吗？十年前就六十二了。好家伙，七十二了。七十二嫁给我，明年是坎儿。哎，对，您享受财产吧。嗯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啊啊！我说您别那什么，咱这开玩笑，可能他们听错了。是，没错。啊，你就是嫌我老是吧？啊，我走。哟，换我姐姐去。哎，好嘛，回来回来，亲爱的，快坐着。哎，还亲爱的，来快坐。哎呦，这个可爱的宝宝。哎呦呦呵，不是我说，赶上过光绪出殡吧？哎呀，别说这个了。别来这套，知道吗？别来这套。嗯，我还很年轻，还年轻。我说您这玩意儿就别。我说咱们在一块儿不般配。嗯，我问你，干嘛？娶媳妇为的什么？娶媳妇为什么？我说为了生儿养女啊。对呀，对呀，对什么？有你的儿女就行了呀。什么叫有儿女？哎，我有俩儿子呀，还带俩孩子，那就如同是你的儿子是一样的。别说，那倒是，明儿就让他们来管你叫爸爸。哦，臊的我这汗呐。哎呀，我这您别大妈，您别闹这个。哎呀，还大妈呢。不是人家就来，您这岁数咱我估计那俩也小不了是吧？啊，真来了那个岁数管我叫爸爸，打起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门也没有。不打吗？知道吗？身份辈分在这儿了。哦，他们来管你叫爸爸，嗯，你是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。嚯，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，嗯，我教你偏方。偏方？哎，这老太太梳着嘴儿呢。啊，嘴儿都懂吧？啊，后边一个，哎，解放前妇女都留那个。嗯，啊，你就知道这老太太什么半形了啊。嗯，嘴儿上还别着一针。哦，把这针拔下来了。啊，拿手来。拿手。在我手上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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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多出一花纹来，现在还有呢，你看。哦，哎，那俩儿子要是跟你翻脸，嗯，伸手给他们看，哦，看这手，让他大声的念，他们俩就傻了。哦，这是一方子。我说您先家走吧，您这岁数，嗯，死我这也是事儿，是吧？哎嗨，不至于的，婚姻事成不成回来再说吧。嗯嗯，他走了。哦，我以为说着玩呢。嗯，转天这俩儿子来了，还真来看你了。我那会儿住平房啊，啊，我跟屋正坐着呢。嗯，外边喊，嗯，爸爸您跟哪屋呢？嚯，真叫啊！我妈嫁您了是吗？哎呦，我给您道喜呀！哎呀，一开门进来了，谁？一看你就是我爸爸，这汗都下来了啊！进来这主啊，嗯，看着比我大几岁，大几岁，大几岁，叼着个烟卷儿，哦，拿着瓶啤酒，这头发烫了点卷儿，哎，脸有点往下耷了，眼袋挺深。小脸蛋儿跟裤衩似的，知道吗？进来了，一看你就是我爸爸。我虽然说就觉得岁数不合适，但是人家这么喊，我还是挺高兴的。我说你是，我说您儿子呀。我说你哪年的呀？你甭管哪年，我比你大四岁。大四岁。我说坐吧大哥啊。别，好家伙，哪能坐呀，我是你儿子知道吗？我妈嫁给你了，哎，我就是你亲生的一样。哎，夸叽坐在这边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心里啊就不是滋味啊，正纳闷呢，院里又有人喊，
我爸爸在哪屋呢？我一琢磨，二儿子来了。一开门，二儿子进来了，比我得高半头啊，戴个眼镜，晃晃悠悠的，头发有点稀啊，跟那儿进来了啊。您是我父亲吗？不是，我也不是，你问他呀，是吧？这个点点头，对，咱妈嫁他了。俩儿子跪在这儿，咣咣的磕头。哎，我这个心里，我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儿。哎，你们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哪儿？我听着这就有点骂街的意思。哪儿啊？这弄一大儿子比他大四岁，抽着烟，喝着啤酒，烫着头，这明显就是说我呢。这个后边还来一二儿子，戴着眼镜，比他高半头。谁？还真差不多。不，这我得弄清楚了。高峰，高峰，哎，我是爸爸。嗯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兄弟，哎，问你点事儿。您说说，怎么您问呢？你妈嫁他了？你妈嫁他了？挺大岁数不会聊天，你不是你着什么急？你别跟我急呀、啊！这不你说的吗？不是，不是我说的。谁说的？他说的。他刚才说人给他介绍一个老太太，老太太说半天回去了，这俩儿子都比他大，老大呀啊啊，比他大四岁。哎，见他的时候拿一瓶啤酒，抽根烟，还烫着头。这业务多熟练，你看看啊。不是业务熟练，他明显说我呢。啊，那就是你啊。不是，你听着，老二啊。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兄弟呢。啊，这什么特点？这兄弟啊，这个头发稀稀拉拉，戴一眼镜，比他高半头，还穿一蓝大褂。这是量身定做的，这是。所以说他这不对的，这得问清楚了。对呀，要这骂街，这得问应了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骂街呀、啊！哎，这得说明白了。这要不成，这真说咱俩，咱得跟他没完。是啊，咱得揍他。你问问他，得问问他。你问去，我问问他，这个是他俩儿子是多大岁数啊？啊，今天见着没见着啊？哦、先见哪个，后见哪个呀、啊？那都得问明白了。得嘞，问应是咱俩，咱就得抽他。行，哎，问他。别拘束啊，我有点张不开嘴。我真的，你说我头一句说什么？你先让他听见，你喊他一声怕什么？嘿，行吗？哎、行了，这好啊。嘿，多自然是吧？哎，问你点事儿。跟谁说话呢？跟你说话呢。跟我说话就喊了嘿。我都没嫌你妈白。哎，完了，落实了，是你妈。咱俩都在里头呢，嗯，咱俩都在里头呢，是吗？多新鲜呀！等于人挑理了，那就是你赶紧，你问清楚了，咱对，你得问明白了。你先甭说别的啊，就是这俩儿子你见着了吗？见着了，见着了，今儿还见着了呢。完了，今儿还见着了，那我得问清楚了，你问明白了吗？哎哎。这俩儿子穿着什么衣服？你说清楚了。俩儿子都穿着大褂。那么穿大褂的多了，穿大褂的多了，说出颜色来，哎，说出色来。哎，大的穿一条的，二的穿一蓝的。这就是说咱俩呢，你别着急，我跟他干啊？怎么着？小气儿吧？这就是说咱俩呢，哈哈，咱俩就是这俩儿子。是搁这儿吗？疯了吧你、啊、不是让你猜谜语呢是怎么着？这猜对了是吗？哎，就是我一听呵，就跟中奖了一样。废话、嗯、儿子，人说的是儿子，那可不行啊，跟他打呀，绝对咱得抽他呀，多新鲜啊、哎、你先上我掩护啊。什么？我你我先上、哎、我问你啊，怎么这俩儿子
长得什么模样？哎，长什么模样啊？一个花卷头，一个头发稀不楞登，戴着眼镜，这也是咱俩。你看看，嗯，这不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了？这骂街呢？咱俩得上嘴抽他。绝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不成。别着急，别说我们俩，饶不了你。这要动手开火了，别着急，有话好说。怎么着？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太太原话呢。怎么着？说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就不怕他们俩翻脸。那翻脸呢？要翻脸，给他看手上的纹身呢。还有纹身？看看。哎，你们念一下啊，爸爸。哎哎，这是你的。哎呀，爷仨再说一段这个，开丧开箱，对对，说清楚。因为我们父子三人呢，这个哎，这我们还爱配合着你这玩意儿。这个节目啊，这其实是挖掘的，对，老传统。解放前有这段，嗯，这叫牛头教，哎，传统节目也叫抬寡妇，是喽。但是后来就失传了，哎，这东西呢，你要说有什么思想性、艺术性，也谈不到，哎，娱乐您一乐，一说一乐。就是、轻易的也不演，哎，三年五年的演一回啊，这个我痛快痛快就得，哎，痛快，展示一下，这都他们俩后台花钱央给我来一个吧，这个我们疯了是怎么着啊？挺开心啊，嗯，嗯哎，还接着说行不行？说着相声啊，快回去吧，快点，座儿丢了一会儿啊，哎、啊，真认真啊，嗯、跑多快？你看这姑娘啊，是拿我的枪来，哎呀嗨、哎，瞄准要干嘛呀？嗯一晃干这行干了好些年了，可不是吗、嗯、我们仨师兄弟，对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是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哎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是哎，这我们还有完没完了啊，倒着班了，别配合，这孩子也戴着眼镜，你看、啊、戴眼镜都留神啊。于老师啊，哎，他让你也这样，哎，我也夜是吧？夜、嗯，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哎，他不一块儿来、哎、行了，快回去吧啊。哎哎呦，行了，回去吧，姑娘，嗯、快点吧啊！是我们这保安可厉害了，知道吗、啊？上回有一姑娘上前面照相，结果留下来生四个孩子。哎呦，嚯、哦！好家伙！就因为这个，可能越往前人越多。现在啊，哎、挺好。嗯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。对、哎，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。哎、嗯，范老师，范岛爱。哦，去。哦别瞎解释啊！不对，我师父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岛爱，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就叫范岛爱。好的，去，就一个名字，范岛爱。对了，像话吗？谁嘴快是谁？有名没名？有名不行。范振玉，范振玉，范先生，艺术家。很可惜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多遗憾。哎，我师父没死啊！好一句话说死一个，你这。谁的师傅谁向着你？我信信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。是的，你过了十五再说，能怎么样？就活这一天呢，啊，快到日子了。哎，什么呀？你可别许给他，回来他讹你。好，这碰瓷活不到呢。他们哥俩其实关系是最好。当然，之前我介绍过，嗯，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小区。没错，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哎，又来了，您就说到这儿吧。嗯，很好，私下里私交也不错。是，熟悉于老师人都知道，于老师有一个宠物乐园。哎，喜欢玩宠物，在北京南边那个地名叫礼贤，好地方。那个宠物乐园四个字儿，嗯，天打雷劈啊！这谁说的？叫什么？吉祥话？这还吉祥话呢啊！叫天经地滑，天经地滑。对，养了很多的小动物，喜欢这个吗？什么小矮马？对，什么小山羊？是，梅花鹿有，野鸡啊，这事儿别咬言杂字了，行不行？他那是北京最大的一个野鸡集散地，对，外头都不知道，是吧？哎，欢迎您上那玩去啊！野鸡也叫雉鸡，您这对哦，生物尾巴上很好看，是还种了好多的青菜，有外边那些个上化肥的东西，人家不吃，咱吃绿色的，人家家里的菜都上自己的肥料，嗯，自己我们家得多能拉呀，这个。多少亩地都是我们家自己，六十亩地。哎呦嚯，好家伙！我们家一家子拉六十亩的，嗯，供不上。你赶紧老说这个又没意思了。不是，我这是捧您啊，不谢谢您吧。这就是玩儿，嗨，尤其是人家挨着庞各庄很近。庞各庄，庞各庄的西瓜过去是进贡的，假天下，谁告诉什么呀？庞各庄西瓜假天下干嘛？于老师院子里单开出一块地来啊，种庞各庄的西瓜。嗯，哎，吃那口。对呀。
薄皮脆沙瓤，是那个天哪，嗯，别处都没有了啊，鱼就有讲究，讲究打这个撒了籽儿长出一阵来，嗯，于老师就撅在地上看着，好家伙，我也是浪的，我这个气迷心的，是不是打长叶开始我就看，这几个月一晃就过去了，我撅几个月，哎呦，但是啊，嗯，就怕接出瓜秧子来，嗯，操心，这操什么心，好事，你有鸟啊，瓜接这么大鸟来，夸拿嘴一牵，嗯，裂了不长了，白那是，嗯，地上钉好些木头桩子，嗯，扣上一个草帽，哦，假装是稻草人嘛，这吓唬鸟嘛，吓唬鸟，后来不管用，嗯，鸟明白，给这木头桩子配件旧衣裳，哦，挂上塑料布，更像，都不像，到后来鸟不上当，我不信，后来于老师看出来有钱了，怎么，整个这六十亩地啊，买了好多充气娃娃，哎，啊。我也太有钱了吧！我这像真人呢，啊，摆在地里边，哦，好家伙，鸟没了，嗯，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，好家伙呀，哎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知道吗？啊，把地踩得乱七八糟的，哎，不着急是吗？哈哈一乐，不止这心态，我去的少，因为离着远，嗯，高峰总去，对，啊，高峰，嗯，是他是为充气娃娃去，我是河北省的流氓，嗯，我是，啊，高峰。跟谦儿说你这养这么些动物了，我能不能养点动物搁你这一块玩啊，哎，寄养，嗯，高峰喜欢猪，哎，这您别乐，我属猪的，喜欢猪，对，谦儿说你买一个我买一个干嘛呀，俩猪在一块养有个伴儿，你看，哎，省得闷得慌，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，嗯，这叫什么话，什么话，啊，这都养 俩猪搁着一个圈里边养，哎，但是俩人看这猪犯愁了，怎么哪个是你的哪是我的，分不出来，都大小肥瘦模样都一样，嗯，还得说是于谦儿，嗯，于谦儿爱动物啊，哦，他爱动物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每顿都得有了啊，这叫什么话，我吃动物是怎么，喜欢小动物啊，嗯，这俩猪那是你的这是我的，这个咱们怎么分啊，一跑就乱了，于谦儿拿刀瞪这猪耳朵，刺儿，嗯，呵，这是切下来了，哎呀，你那个啊俩耳朵啊，我这个一只耳，你瞧瞧啊，就这么分，把这耳朵弄熟了，俩人喝酒吃了，哎呀，主要是为吃，爱小动物吗，这是爱小动物吗，转天，嗯，给高峰打电话，嗯，怎么了，你来一趟吧，怎么去了，一看傻了，什么呀，俩猪打架，嗯，这个把那个耳朵也咬下来了，是他生气呀，俩一只耳，得这怎么办呢，嗯，得了，嗯，拿刀刺儿，这个，啊，你那是一只耳啊，嗯，啊，我这是秃猪，太好，没耳朵了，成河马了，来接着弄吧，炖熟了，嗯，俩人喝酒吧，啊，转天又来电话了，是快来看看吧，怎么了，俩秃猪，嗨，全咬下来了，去了一看，这俩好家伙大秃脑袋，没有耳朵，嗯，有办法，这还怎么着，于老拿刀瞪这猪尾巴，啊，刺儿啊，你那个啊，嗯，有尾巴，我这没尾巴，我也该换换口啊，嗯嗯，转天又来电话，你快来吧，怎么这个也没有尾巴了，好嘛，尾巴呢，猪打架，嗯，去里看，这俩两头都没东西，哭哧了，哪是你哪是我，俩哭哧猪，对，是猪吗，这哥俩看这俩猪眼泪都下来了，嗯，分不出来了，是啊，没辙，40分钟，嗯，于谦聪明，我说嗨，嗯，黑的是你的，白的是我的，哎，早就分出来了，下面请欣赏你有病啊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就是男的爱于老师啊，真好，哎呦，送花来了，谢谢谢谢，嚯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这给于老师的，这是，哎呦，哎好，谢谢啊，送海米的，来，侯老师把拿走，哎哎，这好啊，这行，这虾米皮发的不错，哎，这澳洲出这个啊，嗯，澳龙，澳龙啊，嗯，澳龙我都没看见，我在看那个龙澳啊。我们这投资方有一家龙澳啊，哎，龙澳投资，行，以后就这个东西一天别送太多，啊，哎，俩就够了是吗？嗯，就是吃早饭的时候用，嗯，哎嚯，够吃的就行。刚才是烧饼跟曹和阳，对，
我俩徒弟，嗯，这么大就跟着我长大的，是啊，这叫儿徒，儿徒啊，就跟儿子是一样的。哦，今天很开心，嗯，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嗯，哎，您把我给说进去了，您这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那是啊，他们是干的啊，我是亲的，是吗？您这不像话了，大岁数你争争这个啊，我争争出什么来？给咱送了东西，我的天哪，啊，房卡呀，啊，谁呀？谢谢啊，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，这个无福消受啊，对，不怎么开。于老师还行，嗯，没有，这个一眨眼我们都这岁数了，嗯，老觉得自个儿是小孩儿，是吗？其实呢，已经过了那个年头了。哎，主要是心态还行。二十来岁站台上说相声，不知道什么叫累。是，现在时间长了，腰也酸，腿也疼，就是岁数大了。包括他媳妇儿都说我。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谁说的？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，也不光你媳妇儿，啊，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。是啊。孙越的媳妇儿啊，都是别人媳妇儿，好多说相声的媳妇儿都这么说我，呵哈，人缘好，交朋友呗，是吧？就这么交朋友啊，爱听相声多听啊，真等我们到一百来岁了就说不了了。嚯，还能一百来岁？就这么说呗啊。比如说有一天郭德纲140岁了啊，嚯，真能活。好，这那140岁这算夭折了吧？是吧？啊，这还夭折呢？啊，奔280去的这是。我要140岁，我要从那个台口，嗯，我走到这儿，我不得走个20分钟啊？好，就走20分钟，观众也有个褒贬，就慢慢往前蹭，是吧？哎，有原谅，到这儿就得扶着喘口气儿，哎，那观众也能等，这么大岁数，140是，哎呀，且得喘呢，谢谢大家，就这么，我都140了，是。还能跟你们说相声，好开心啊！也不容易。来介绍一下于老师。哟，我也来了，在这个盒子里面。哎，我怎么都在盒？你先等会儿。小盒，紫檀的。哎，那就是骨灰盒啊！我这，哎，我怎么都在盒里了？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。合着我头好几年就应该死了，这个我们哥俩好一辈子啊，那是一辈子吗？想到100年前他就死了啊，我好难过呀，这是难过吗？你这模样。于老师跟大家见见面吧。我还怎么见面呀？把这盖儿打开。哦，我就不能端起来了？您端起来才能见面呢。好，我140了啊，估计我得有帕金森啊，就是哆嗦了是吗？这举着你的盒啊，哎呦嘿，您把我挫骨扬灰了，这是扬了你其实倒无所谓。怎么呢？关键是我有鼻炎。鼻炎怎么了？回来打喷嚏流鼻涕不舒服。嗯，哦，您鼻炎不舒服。对，这不行。嗯，扬了我无所谓。您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就只能啊抓一把跟观众见面啊，局部见面会。对啊，都烧成灰了，我哪知道哪儿对哪儿。嗨，抓一把见个面得了，抓一把呗。嗯，这就是于老师。哎，看看吧，吹了，这还不如扬了呢。这个，所以说你这一盒演不了多少场。那倒是，就我这抓不了几把呀。这个你会影响我的收入。哟嗨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让我经纪人呐、啊，我的助理 啊，扛着一口的水泥扬灰什么的。这干嘛用啊？一看差不多空了，就续上半盒。哎，好嘛。我这骨灰啊还带掺假的呢。玩笑说玩笑，其实我特别怕于老师身体不好啊。他这个挺关心我，哥俩在一块儿好几十年了。是，希望您健康。谢谢您。有时一进后台一看谦儿坐那儿抽烟呢，嗯，我心都到嗓子眼儿了。我抽烟有什么不行的呀？今天他感冒了。我就抽根烟，你怎么看出我感冒来的？一个鼻子眼儿冒烟。哎，观察的还真细致。列位啊，金银财宝、富贵荣华，一切都是假的啊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又提到这话题上，有钱有势有身份，趁多少黄金，趁多少石油，嗯，过眼云烟，都是浮云。临死两手攥空拳呢、啊。是是。哎呀，我有腕儿，我是著名演员、哦，那你也得得病啊！哎，也保不齐的事，拦不住。嗯，就跟我那徒弟岳云鹏似的。哦，小岳怎么了？岳云鹏，你们都知道啊。啊。
哎，对对，长得特别好看，我徒弟啊。你亏心不亏心呢？表演风格以便宜见长啊，就是贱呢。什么叫贱呢？就便宜吗？找不开零钱了。嚯，好，连零钱都找不开了。小月，你说听我腕吧，说相声啊。那年这儿长一大疙瘩，哦，长一小瘤，都知道啊。有人看新闻有这个，有报道过。他是上完春晚之后上家去。哦。师傅，我太开心了，我上春晚了。嗯啊，好高兴。嗯，跟他聊天呗。啊，他越说越高兴。怎么？把鞋脱了。哦，这盘腿上沙发了。他这一脱鞋呀、啊，嗯，我这20年的鼻炎好了。这得多刺激呀、啊！这个，哎呀，辣眼呢。嚯、哦，郭麒麟坐在边上，隐形眼镜都掉了。哎呀，眼眶子都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抓着岳云鹏这脑袋 啊。旁边的厕所，我说我给你摁到马桶里冲走吧。好家伙，连摁3下没摁下去啊！心说这人这脸比屁股还大，嘿，瞪上了一看，这儿长一疙瘩，合着刚才那疙瘩卡厕所上了。去，嗯，上医院检查吧。哦，到医院就留下来了。哟，必须马上手术，这么严重啊？云鹏胆小，是心眼还窄，嗯嗯，吓哭了。都哭了，老家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嘿，他是河南人，河南方言怎么说的？哎，我勒个天爷啊！哎，这个咋办嘞？哎呀，我害怕。这个味儿的，给他做手术，这个大夫非常的好。怎么？也是他的同乡哦，也是河南人。劝他怎么劝？不要害怕哦，有我嘞。嗨。有你管什么用啊？有你管啥用嘞？我害怕。嗯、我这是第一次做手术。对了，你这叫啥话？嗯，谁不是第一次做手术？哎啊，连大夫都第一次啊！打一针麻醉哦，做手术行，手术相当的成功，那就好。苏醒过来之后，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疼。哦，那好啊。嗓子眼儿疼。哟，怎么拉这儿嗓子疼呢？手术太成功了啊！护士们一鼓掌，大夫一开心，嗯，反了个场，把扁条线切了。对，没听说过，做手术的还带反场的呢。你看，要不说谁都会得病嘛，是吧？啊啊！包括我们今天的主持人，哦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啊。您介绍一下。对，这有认识的啊，侯爷，这大脸蛋的这主持人，嗯啊，他是我师弟，对，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嗯，少侯爷侯震。对，就是他，他也上医院了。他侯爷怎么了？嗨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侯震。您说说，这个人特别的好哦，不争名，不得利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真是好，奇懒无比啊、哦！嗨，哦，就是懒呐。有一天德云社剩一个人，就是他。怎么呢？懒得造反。好，连造反都懒。两大爱好，哪两个？第一是说话。哦，喜欢说。他跟你聊天，你不用搭理他。哦，不用理他，他自个儿叨叨叨叨叨叨叨，哎呀，说了你脑浆子能沸腾了。好，不用交流就说，烦的人没法没法的。嗯嗯，前些日子我实在是太烦得慌了。哦，给他买张机票送到海南去了。那是海边。好家伙，打海南回来我一看呢，啊，牙都黑了。啊，怎么呢？自个儿冲着太阳，嗯、冲着太阳还能聊呢？就这么大能耐啊！第二个爱好是爱吃。哦，比较爱吃，是什么都吃，怎么都吃什么呀？今天台上的话筒本来是4个，他吃了一个，在后台跟啃甘蔗似的，正嚼呢。呵，好嘛，能吃。前些日子，嗯，他上医院了，他因为什么呀？胃嘴伤身。怎么叫胃嘴伤身啊？出去吃饭点了一个菜，叫腰果鸡丁，这菜很普通啊。这菜一上来，嗯，侯老师就开始说话了。他说什么呀？我就爱吃这腰果鸡丁。对，侯爷说话就这味儿。哎，这里边有腰果，有鸡丁，可不是吗？腰果过完油，搁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吱，倍儿香。嗨，就是倍儿香。鸡丁搁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吱，倍儿香。那能是一个口感？这两样过完油，搁嘴里嘎吱吱嘎吱吱，倍儿香。那就说倍儿香就完了。但今天鸡丁里边有几块肉，看着像肉丁。哦，掺着了。当然，腰果肉丁也不难吃。是，因为腰果过完油，嘎吱吱倍儿香。哦。肉丁过腰果子的嘎吱嘎吱倍儿香，那不是一样吗？但如果爱吃腰果肉丁的话，干嘛点腰果鸡丁呢？也是，就是因为喜欢吃腰果鸡丁，所以我没点腰果肉丁。哎呀，那你这菜里边的肉丁就不应该。嗯，不应该。但是而且你光腰果肉丁我也就认了啊，你这里边还有松子呢，怎么那么乱呀、啊？这菜里头。当然你要松子肉丁也行，松子光腰嘎吱嘎吱倍儿香。哎呀呵，啊，光松子也行，这里还花生呢。哎呀，太乱了。
叨叨叨叨叨说40分钟啊！啊，就这菜，好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。啊，厨房也不炒菜了。嗯、啊，屋里没有人动筷子了。嚯、哦，饭馆门口没人走。哎，静了街了。挨着他旁边有一人呢、啊，点了一份牛仔骨。哦，拿着小刀要切牛肉，40分钟下不去。哎呀，这时候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心都碎了，实在没辙，拿着刀奔侯爷那屁股啊，住口！哎嗨，这位还挺沉着，你这玩意儿，这刀扎侯爷屁股上了。那是，侯老师一回头啊，你猜我刚才点的什么菜？还说呢，他不疼啊，他这个。哎，点腰果鸡丁。哎，行了，腰果一罐又嘎吱嘎吱香，这好嘛。鸡丁罐又嘎吱嘎吱香。得了，全饭馆的人都蹦起来把他摁在地下啊，捂嘴的捂嘴，拔刀的拔刀。嗯嗯。给人抬到医院去缝针去，赶紧就送医院吧。大夫吓一跳，是啊，侯震屁股上扎一大窟窿，那还不一窟窿？脱了裤子，拿酒精棉给他消毒啊，那是，擦了20分钟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啊？侯老师啊，都说您爱说话，是，以后有说话的时间呢，嗯，洗个澡吧。哎，好嘛，这儿擦泥呢，他这儿不是大黑屁股蛋子，太好，让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，嗯。8斤半棉花呀！嚯，又拆一褥子给他擦干净了。哎呦，这多大个儿啊！这一搭茬儿，嗯，他乐了啊！你以为我乐意上医院来啊？怎么回事？我今儿本来吃饭去了。哦，你猜我点的什么菜？这就要开始。对啊，腰果鸡丁。哎，对对，早就说这个。哎，腰果一管又干这干不香。这叫又来了。嗯。40分钟又来一遍，哎，又说一遍。大夫这汗哗哗的，他也听傻了。他说完了，嗯、大夫，我这好缝吗？嗯，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。对，净听你的了。大夫这汗呢？嗯，汗一下来，眼镜掉地下了，滑的。这眼镜37000度。哎，嚯，显微镜改了。哎呦，瞎子一样。没有这眼镜，大夫就看不见了，那就做不了这手术了。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，这跟敬业也没关系，凭感觉也要缝。这怎么凭感觉缝啊？哎，啊，屁股上有眼儿就缝上呗。哎，嚯，这玩意儿多悬呢，这个。哦，就是他了。好、啊，就摸着了。哦，还不小啊、嗯。走，哎，走你、嗯、啊。这么缝啊？干这么些年，这不叫事儿，知道吗？好、啊，这那底子呢？你放心，哎，缝的倍儿结实。哦。一丝风都跑不了。哎，这好、嗯。哎，行了，缝好了。哎，上嘴咬啊，多恶心呢，这东西。起来吧，啊！侯老师站起来提裤子，嗯，什么意思？嗓子眼儿发紧、嗯，哎，对，这回再说话就兜得住底气了，嗯，拿手一摸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个，嗯、啊，这我自己带来这给缝上了、啊哎，对，原来袋儿的，啊，一摸上面还有蝴蝶结，哎，哪儿来蝴蝶结呀、啊？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，我这嗨，我都没听说过，你看。侯震上医院啊，我们这还有一上医院的，谁呀、啊？孙越，哦，那胖子，孙越都知道吧？嗯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，捧哏这400多斤，是，400多斤，真这么胖？好家伙，他那裤衩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嗨，没型儿那，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哎，好嘛，这么大个儿，大胖子，胖的不行了、嗯，坐飞机得买2张票，嚯，2张都得靠窗户啊。那就给人过道都堵上了，这个胖子啊，特别胖啊。哦，胖子，春节前，去年春节前，冬天哦，也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一回家，这媳妇儿告诉他，是给你道喜啊。怎么？嫁给你这么些年没个孩子，哦、这回行了。嗯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嘿，预产期下礼拜三啊。这孩子是孙越的吗？这个不是他的，是你的呀。哎住嘴！别瞎说，这我以为破案了。这别瞎说，你这嗯，下礼拜三，胖子乐坏了，盼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当爸爸了。嗯，推开门，满处的喊呢，喊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要当爸爸了，高兴啊！是高兴。那天是北京下第一场雪，哎呦，那场雪可大，也不知谁堆了个雪人啊。胖子过去了，踢这雪人，踢他。哦，我有儿子了，他咔，嗯，腿就折了。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？雪人啊，堆在消防栓的外头。哎呵，怎么那么缺德呀？这人，胖子就歪在这儿了啊！雪越下越大，
呵，给胖子就罩上了。哎呀，啊，雪孩子了，谁打那过？呼，这雪人对着款式啊，是啊，鼻子眼还冒烟呢。哎，对，这倒没感冒。嗯，夜里一点半才发现他。哎呦，抬着家去，扔到炕上化冻。好家伙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。凌晨五点，胖子苏醒了啊，浑身难受啊，是腰里边一较劲，一翻身打炕上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啪啪，哎。怎么还弹好几下啊？油大，哎，这好，肉多。送到医院，大夫赶紧来了。啊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孙老师？哎呦，嗯嗯、这个什么时候翻的身呢、啊？是啊，1949年。哎，嗨，谁问你解放那年了？问你什么时候翻身掉下去的？拍片子吧。啊，这腿拍一片子。是、啊。大夫说：“您瞧瞧您这片子啊。”啊，您说说，这儿折了。哦，这儿是粉碎性的骨折。嚯、哦，这儿存筋了。嗯嗯，这是软组织挫伤。哦，3个月吧，最少住院。伤筋动骨嘛，那100天嘛。嗯，他说那不行啊，嗯，3个月哪行？我下礼拜生孩子，我们家啊，还有这事儿。大夫能快一点吗？嗯，那你等会儿哦，10分钟大夫回来了，嗯，拿着片子啊，这儿好了，这儿好了，这儿好了，嗯、这儿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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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好这么快呀、啊？看您那么着急啊，我给你 PS 了一下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这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？你。我就说胖子，我说你找死啊！那家医院不能去，怎么呢？那是曲艺团的第三产业啊！那都是说相声卖不出票就穿白大褂冲大夫呢。嚯，好家伙，没把你烩土豆就便宜你了，可吃了。找谦儿哥吧啊！于老师在北京医疗口那是大拿呀，一片的朋友，没有不认识的呀，都是哥们儿。一说把谦儿乐坏了，是胖子你真行，哎，走吧。哥哥安排这边的医院，这边好吧？这边医院跟咱们有交情，您瞧瞧，我们家好几口人都死在这儿了。哎，我这交情拿亲戚换来的呀，拿3轮车拉着胖子奔这边医院，真去了。院长、大夫、主任都出来了。哦，20多口人接我，谢谢于老师。哎，送猪来了？啊，不是，啊，干嘛过节我就是送猪来了？不是，孙老师，我的师弟做手术啊。院长说赶紧直接奔手术室，不，中间的环节就都免了。这是您的面子，这是朋友交情。给胖子脱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，嗯，打开无影灯，专业大夫护士洗手，戴上帽子手套，一切应有之物，规矩啊。就在手术台旁边有一小桌子，这桌子这是于老师坐在这儿，嗯，烤串。哎，无菌室里边我生炉子烤串，一个烤串炉子啊，一个涮的火锅啊，还有锅子。哎，喝着酒还喝着，哎，我干嘛这儿吃啊？我跟这撸串啊，亲眼看着做手术，我要监督着。这是您的身份，要不别人进不去。请麻醉师，这是必要环节。麻醉师来了啊，打哪儿啊？麻醉？您说说。尾巴骨，这叫尾椎嘛。先拿笔在胖子尾椎骨这儿画一圈，这画圈干嘛？写上，嗯，争取打得中。哎，嚯，感觉他没谱。护士们也都写，嗯，但愿不要再出现医疗事故。哎呀，孙老师会活下来的。嚯，老天保佑。哎呀，我赌300块，还下注呢。哎呀，一针下去，嗯，孙胖子下半身没有知觉了，这叫半身麻醉。大夫过来了，嗯，孙老师是，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手术费的问题。哎，干嘛这绑票呢？是怎么着？弄一半身麻醉是怕他跑了？别别别，这是于老师的朋友，这是我带来的。大夫看看啊，于老师，这是您朋友吗？我给他证明一下。谦儿哥也证啊，赶紧下，我就别吃了吧。哎呀，赶紧说话呀。好，来啊，上半身麻醉。哦，上半身又打一针啊，孙胖子彻底的睡着了。那行，大夫拿过手术刀来啊，刺儿，这一刀给胖子来一个大开膛。哦，问护士们，嗯。什么毛病？哎，开完了膛再问呐。护士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嗯嗯。腿折了。哎，这，哎，也没话可说了。把大夫气的啊！不早说呀，你们就说是浪费一刀片儿。嗯，心疼刀片儿啊。于老师还添点什么不添了吗？我就不要了，我添也不添他那里头的。啊、你现在肥是吧？哈，哎，对，太腻了，不添就缝上吗？早就该缝上。哪儿的事儿去？你们这提醒我一声啊！就说是，这是不像话干嘛？还得肥多嘛？你看弄一手油，你看、哎、这不至于这么肥。这事闹啊！哎呀，好，还是牙、啊，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。嗯，接腿，赶紧接吧，把腿接上了。嗯，胖子送进了病房。嗯，苏醒过来，感激。嗯，谢谢院长。哦，谢谢大夫。是。谢谢主任。嗯，多亏有你们。嗯，哎，这
哎呦，这个谁给解释一下？在胸口上这一套。孙老师，您这个是这样，您不腿折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们这个大夫需要这个手从肚子里进去给您接腿。这没听说过，谁信呢？啊，听见孙胖子住院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是，他跟高峰可不一样。高峰怎么回事？我们这儿叫高峰的德云社。都明白。高峰最大特点胆小。哦。每天上赶着上医院。干嘛看病去？最少两遍，每天一天去两次，哎，最少两趟。干嘛去？一早就到。嗯，大夫您好。哦，大夫瞧瞧，高老师来了。嗯，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哎，好嘛，都这么说了。您这叫什么话？嗯，您看过，确实有病。说说。右手食指啊骨折。哟，这手指头折了。对，怎么折的呀？哎，我这个人强迫症。这爱强迫症什么事？你看着。嗯。这是。这四个都响。哦，那个不响，嚯，不响就撅舌了啊！大夫给他缠着药布啊，一边缠一边告诉他：“嗯，你要有时间去一趟精神病院查查吧。哎”对对，先得上那儿去啊。这是上午啊，下午他又回来了，又干嘛呢？大夫您好，我又回来了。嚯、哦，大夫正吃饭呢、嗯。哎，您讨厌的啊，这忒赶路人了。好，你比我来的还齐啊。说什么病、啊？怎么着？大夫，嗯、啊，我聋了。聋了？什么叫聋了？就是我听不见声音。哟，多长时间了？啊，四五天了。嚯、哦！我现在跟你说话听不见、啊，滚蛋！哎，对，纯粹起哄。不是大夫，我没说完，我有点害羞，不好意思说。跟大夫怕什么的呀？我这个聋是选择性的。怎么叫选择性？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。其实这也是个事儿。大夫给你拿药来吃这个啊，吃完这个耳朵就听得见了，吃完这个屁声大，哎，不治上边治下边，这大夫吃吧，回家放去吧、啊、哎，好嘛，回家放去像话。转天老高又来了。干嘛呀？大夫，我又来了。说说吧，今天打算得什么病？嗯，我那个便秘。哦，便秘。四五天没上厕所了。是啊，便秘。嗯，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啊？哎，就别跟那儿连着啊，你歪着，废话呢，两个段子还连着呢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啊、那个，我给你开点开塞露吧。哎，开药，两盒开塞露。嗯，高峰拿走了。这个话对。下午回来了。嗯，大夫不管用啊。嗯，当然开塞露是挺好吃啊。嗯，味儿也不错，但不灵啊。废话，你喝了它能灵吗？那个、我大夫气的，家有电钻吗？干嘛呀？自个儿秃噜秃噜吧啊！你听说过？什么主意这？你这病我治不了啊！你这样吧，你去验个尿，哎，全面检查一下，全身检查。是，拿着验尿这小塑料碗儿。是。高峰站在楼道里边，又快哭了。干嘛呀？没有尿啊！嗨，这早上没喝水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正发愁呢。怎么着？来一熟人。谁来了？孙越的媳妇儿。她干嘛来了？要生孩子呀。哦，对，产检，打肚子。哎，哎，嗯，高峰，看见了，嫂子。嗯。干嘛呢？啊、哦，着急验尿没有尿。哎，对了，嗨，怎么着？嫂子这有啊？哎啊，怎么着呀你啊？来，我倒给你点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这能混着用吗？这个？嗨，说相声的娘们还管这个？哎，好嘛，真混这个。高峰接过来，啊、谢谢嫂子。别客气。您等会儿。嗯，怎么着？还哎不匀这个分的。来 ，Cheers。哎，干杯呀、啊！我再把那锅子端出来，你们喝点行不行？不是，好啊。谢嫂子啊，那个还晃悠呢，醒一醒啊！这还醒什么呀？这本身就够骚的了啊！谢谢嫂子啊，大恩不言谢啊，尿的好常来啊！哎，好，这卖尿呢。嗯，高峰拿着尿化验去了，是一会儿化验单子出来了。哦，高峰怎么着？怀孕？那还不是怀孕吗？高峰在医院哭了都不行了，哭什么呀？要了命了！啊，列位看看吧。是，我叫高峰。对，我怀孕了。对了，我恨死于谦了。有我什么事啊？他说不会怀孕的呀。去你的吧！